下午好，是的，今天是星期三，欢迎大家来到玉雄的直播间，让玉雄陪你们聊新闻、谈新闻、说新闻。是的，今天来到了星期三，也就是一个礼拜的中间了，哇，好快哈、哦！今天已经来到了4月17号了，很快，日子过得很快。大家下午好，严明章下午好，修书燕下午好 ，Christina Dean 志明，是的，大家好。哦，挖布格下午好，梁兴书、一兰、秀珠、毛韵，谢谢你。是的 ，LNS like and share， 谢谢你哦，毛韵。来，梁丹下午好，是的，来进来的朋友帮我点赞，帮我分享哈、哦。感觉今天比较少人进来哈、哦，天气太热是吗？还是大家在忙哈、哦？没关系，你忙的话呢？等过后再看重播也 OK 哈、哦。那假如说你得空的话，那么现在可以马上进来了，马上就要开始直播了哈、哦。秀珠你好，下午好，是的，大家下午好。待会呢，我们要看的一则新闻呢是什么呢？哎，我们终于今天又谈到这个汽油了哈、哦。我们的汽油今天呢，今年肯定会减哈、哦。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汽油津贴一减的时候呢，我们的油又要起价哈、哦。虽然我们的油比其他国家来讲便宜很多，因为我们是产油国，可是呢，我们不只是油起价。那么呢，我们疫情过后呢，我们差不多每一样都起哈、哦。所以呢，政府是不是可以哦？不要整天只是讲起价，也不要只是讲拨款。你要想办法帮助我们啊！我们的起价不止起价，我们马币又跌哦。所以呢，政府是不是可以吗？帮我们哦，待会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哦。好，我们先看第一则新闻。西莱尼，下午好，你在 Australia 哇？去度假是吗？很好啊，欢迎啊、哦。能够去玩，能够去旅游的话是好事，而尤其是趁年轻的时候多玩多走哈、哦。那么年龄越大的时候，你要去旅行就不容易哦。志远哥下午好，淑珍，时间过得好快，是的，很快，已经来到了4月17号了哈、哦。依兰学妹你好，看到你 Kim Lan 下午好 ，Dana 下午好，是的，谢谢你来进来的朋友。帮我点赞，帮我分享啊、哦！是的，志远哥下午好哈、哦！进来的朋友全部帮我点赞，帮我分享。我们第一则要看的哈、哦，我们知道，哎，我们知道什么呢？马来西亚有很多什么呢？这个东西叫什么呢？知道什么东西吗？哎，这个叫什么呢？哦，
这个很可怕的，你不要以为它是蚂蚁哈、哦，小心哦，惹得满身蚁哈、哦。问题它不是蚂蚁哈、哦，蚂蚁也好一点哈、哦。它是什么呢？隐翼虫哈、哦，我们知道大家哈、哦、都知道它这个虫，哎，我跟你讲，以前我们接的时候，有时候它潮湿啊，它会在屋子的前面哦。现在呢，哎，不一样了哈、哦。现在呢，因为天气太热哦。它甚至有时候有糖果啊，或者树下啊，有什么你都会发现到这个哦，这个怎么讲呢？这个蚁哦，这个不是普通的蚁啊，这个是害虫来的。有一点哦，它这个隐这个叫什么呢？隐翅虫里面哈、哦，它又有一点像，有时候你不注意哦，你以为它是普通的昆虫，但不是。它这种身形呢，你看到它有一点像大型的那个我们讲 Hawkey 啊，可是又不一样的哈、哦。所以呢，这种现在不懂是天气热还是什么，这个害虫呢又在出来了，这个隐翅虫又在出来了。但是这个虫它不是蚂蚁哈、哦，它不同。所以呢，很多昆虫专家就告诉我们说，假如你看到你的公园啊，或者你的家附近有出现，你要赶快用杀虫剂来消除。不然这个呢，隐翅虫呢，它会越来越多哈、哦，它会越来越多。那除了这个隐翅虫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害虫，大家也要注意哈、哦。因为呢，这些虫呢，一咬到你，一不小心，你就会休克，会中毒，会晕掉，会呕吐。所以呢，有时候你不要小看哦，不只是这个隐翅虫，因为天气热有很多昆虫啊。很多蚂蚁啊，什么一大堆你不懂的虫，哎呀，从那里飞来你都不懂哈、哦。然后呢，你要注意了哈、哦，你要是一旦被咬到的话，你最好赶快查药，一发现查药不行，你赶快去看医生，好吗？所以呢，这个季节天气不止引来这个隐翅虫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害虫哈、哦。所以呢，一些专家呢就告诉我们，假如你去游乐场，你去公园，你能够的话，最好带一罐小罐的那个杀虫剂哈、哦。有看到的话，消灭一下，不然的话，分分钟钟你中招，你都不懂什么事情哈、哦。天气热，什么事情都有啊哈、哦。像这个疫情过后，什么骗人的事情都有，所以呢，不要忘记哈、哦，不要忘记。爱拼笑好没香啊，新珠笑好修干料笑好，一来一进来就听到你叫你的名字哦，因为我看到你进来了。我们这个直播间有两个一来，一个是廖一来哦，一个是你李一来，所以呢你们两个一来我都叫了哈、哦，是两个一来。啊林笑好，今天煮什么呢？ Catherine 姐笑好，好久不见哦，去哪里旅行回来了？赵燕秋笑好，阿廖，它不只是红火蚁，它有很多隐翅虫，也有红火蚁，也有很多啦。包括这些天气一热哦，这些专家就给我们 advice 啊，提醒我们说小心这些红蚂蚁啊，还有隐翅虫啦、啊，类似这种毒虫的东西，看到的话避开。假如说你有杀虫剂的话，喷一喷啊，这种真的那个。红蚂蚁也是会咬死人啊，你不要小看它哈、哦。所以呢，大家不要惹到满身蚁啊，注意一下。它不怕杀虫剂，你要去买更厉害的化学药是吗？哦，这样可以分享一下哈、哦。尤其是你的前面住家的公园还是什么，有遇到这个东西啊，真的要处理一下哈、哦。一米笑我好辛苦了，秀珠最近中国免签证，很多人去中国旅游是的。我们中国免签证到这个11月而已哈，到目前还没有继续宣布。不过呢，我相信应该会继续了哈。所以呢，你们要去旅游的人，趁在11月前赶快去，因为我们还是免签证。那么我们的免签证是目前是一年为止哈，到11月。11月的时候过后呢，我相信它是会继续啦。只要它没有继续的话，你们还是要申请签证的哈、哦。所以想去旅游的人赶快了哈、哦。燕燕下午好，好久不见了，是好久不见。Golden Flower 下午好啊，
大家笑啊、哦！今天好像很少人进来，怎么样了？这个直播间好像进不来一样哦。来，进来的朋友帮我点赞，帮我分享。是的，所以呢，天气热，注意一下隐翅虫也好，红蚂蚁也好，毒虫也好，要注意啊，不然的话呢，被刺到，哎，真的是差嘛哈、哦。好，我们看第二则新闻。是的，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个重要的新闻哦，哎，我们的经济部长拉斯菲说什么呢？拉菲兹说什么呢？这个会削减这个补贴，改善我们的财政赤字。老实讲，我们的财政赤字这么久了，我们的财政赤字现在才来讲改善哦。所以呢，我们的油价他这么讲呢，就是说今年内我们会取消或者是改善，就是说津贴不会给这么多了，明话是这样讲，但是里面是不是暗示说我们的油又要起价了哈？那么我们知道油起价对我们老百姓来讲，虽然我们不是喝油，但是你不要忘记哦，现在的人都要交通工具的哈。你要有交通工具的话，你要一定要用到油，不管是摩托啊还是汽车。虽然马来西亚的油是最便宜的，但是这边起那边起，我们也是晕哦。再说，很多国家的人都说，哎，马来西亚本来都产油的，为什么你们油一直起价？好，我们也不懂哦。然后呢，今天我们的部长竟然说，哎，要削减了，因为我们赤字。那这个赤字其实不只是这个油的问题，我们什么都在涨价，什么都在涨价，能吃的不能吃都在涨。甚至我们的部长还可爱到说，哎，我们的马币跌是不会影响人家投资啊，是不会影响人家投资的。当然吗，你马币跌你便宜，人家都来投资，那你会不影响。所以呢，我们的部长有时候他的头脑啊，他的想法是很可爱的。没有钱啊，米贵，那你吃木薯，哎，你是番薯啊，什么 不吃米去吃木薯，你木薯你能每天吃吗？也不行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政府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这个政策或者那个东西起价，是要解决我们马来西亚的经济问题，而不是出现赤字的时候我们就取消油的津贴，它油又涨价了，等下米又涨价了，本地米，等下糖又涨价了，什么都在涨价。政府啊，你要做的东西不是来跟我们讲，哎呦，这个天灾啊，这个人祸啊，这个要起价，你是要帮我们解决问题了。我们把票投给你是要你帮我们解决问题的，而不是你每天跟我们讲啊，这个政策的问题呢，政策性的问题。我们老百姓不懂这么多政策性的问题，我们也不会也不想知道。那你作为一个政府的话，你要帮我们解决这些所谓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问题，对不对？那你每天跟我们讲这个东西贵，那个东西要贵，然后啊，什么轻快铁怎样怎样啦，那个什么那个铁啦，那个什么啦，技术性的问题，我们老百姓那里会的话，我们早就做部长做首相了，对不对？然后呢，每天都跟我们一直讲政策性的问题，政策性的问题。当然，你给我们报告这些政策性的问题是好，可是这个政策性的问题，我们身为人民的那里会，你跟我们讲说啊，做那个地下隧道啦，要怎样穿过啦，要怎么用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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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啦，我们那里会，我们是老百姓，你告诉我们这个轻快铁几时建好啊，大概有几个站，收费多少，我们是想知道这样罢了。就好像你不要每天跟我们讲啊，油要起价了，我们要想办法啊，你们要节省用水，因为水没有了，你不要跟我们讲这些有的没的问题，你要跟我们讲的是根本上的问题。所以根本上的问题是什么呢？你要告诉我们，你们政府已经做了什么解决的问题，为我们人民做了多少问题，这才是对。比如你要告诉我们，最近全世界的东西都起价，马币一直跌，现在我们政府有一连串的问题，一连串的措施，我们会救马币，哎，会让它一直跌，哇，这个是好。还有呢，我们的糖，我们的什么东西都起价了，大家不要担心，我们会怎么样想办法啊，津贴啊或者什么呢，让这个东西这个物价不会一直高涨喊涨，
这才是政府应该做的问题吗？那里有整天跟我们讲，哎呦，这个赤字了啦，我们要怎样啦，你们人民节省用一点啦，什么，哎，很多东西我们都有给钱，我们也有纳税的嘞。而且政府，你作为政府，你应该帮我们解决问题，因为你做部长、做议员、做首相啊。假如今天我们自己做部长、做首相的话，我们没有解决，你应该讲我。可是这个东西你们都有拿薪水的啊，对吗？你既然跟我们讲这些政策性的东西，拜托帮我们解决问题好吗？解决才是对的哦。惠丽下午好，是的。阿佑你好，秀珠，是的，谢谢你，马斌看到了，唱一下歌哦。阿佑，马斌谢谢你啊，马斌 ，Bosco 要放出来了哦，他不是放出来，他是在家里服役啊，他没有放出来，他还是有。我觉得，既然做错事的人做监狱可以做到在家里的哈、哦，这样的话，以后大家是不是可以说，哎，我犯罪了？我不要在监狱做，我在家里做，那么可以替政府省钱，可以吗？我都不懂啊！这马来西亚真的是很可爱的国家哈、哦。燕平下午好，你最怕那个猫的骨肚啊，把杀了是吗？哎，这个很恐怖的，会吸血的，要注意哦。啊、我很帅，我不是很帅啦，我是很胖哈、哦。李红喵下午好，傅建军下午好。人民也要合作，少点悲歌，相亲相爱。我告诉你啊，很多时候那些悲歌的人不是我们，是别人啊，真的，我们真的很相亲相爱啊。问题我们相亲相爱，人家一直悲歌，我们也没有办法哈、哦。是的，大家笑，全世界都起价要省省用 Jeffrey Dunn， 你说的是对，真的。其实我们也不怪我们的政府，因为呢，疫情过，全世界都在涨价，我们明白。可是马来西亚不只是什么东西都在涨，我们的马币也一直在跌，你明白吗？有些国家他们的东西涨价，他们不跌。你看我们啊，我们换美金，不要讲了，肯定是跌到没头没尾。换我们隔壁的新加坡的，也不要讲了，也跌到没头没尾。你换你要去杭州去 Bangkok， 也是跌，一直跌。现在七块出头罢了，一比。我们100块，他们换他们可能600多、700，这样700出头不了。然后呢，你换跟什么呢？你换跟中国，你也跌。你看啊，早一个月前，我们100块马币换他们1:50不了。我看现在1:40多不了啊。以前我们换1倍比3倍 ，OK？ 你换日本，你说它跌，你换它你也跌。台湾你也跌，香港你也跌。你告诉我，你换什么不跌的？换非洲吗？啊，换那个巴布新几内亚的钱吗？我告诉你，马币拿去换什么都跌，都跌，都跌！不要骗我，你不要告诉我没有，因为我偶尔我会出门一换，这次跟比上次跌很多的嘞。虽然我们换不多，但是你不要看那个几十块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明白。全世界都在跌价，我们也体谅政府，但是政府应该做的事，他要把它做好。我们没有要求政府替我们做到十全十美，他做一个6全7美，我们已经感恩了啊。所以呢，我们的政府没有的，整天在说政策性的东西，我们那里会政策性的东西，你就讲一些实际的东西，比如说啊，什么什么没有再起了啊，什么什么没有再涨价了啊，什么什么又什么了。整天都在讲，不用担心啊，过不久我们马币会上来了。好，怎么一直在讲那些话，好像在催眠我们这样啊？不用怕，我们的经济很好了啊，我们新一年的季度是很好的，什么什么的。其实我们那里会，但是有好吗？我不懂啊，有好没有好？我知道，我每次买东西都一直在涨，一直在涨，一直在涨，吃一粒叉烧包都在涨价啊，喝一包水都在涨价，没有一样是不涨价的。拜托我们的政府，我们选你出来做什么？选你出来你要做工吗？你有拿薪水的嘞，不是白做的哦。5年很快就过了 Margaret Chu， 其实哦，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换新政府，因为你一直换政府也没有用的。为什么呢？你一直换政府你不稳定，你也是做不了东西的。老实讲，你给他们5年
是很难做东西的，但是他们必须在五年有做东西啊。其实一直换政府也不行的，我们也不需要一直换政府，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我们支持你，你好好的做就好了啊。我们也不想一直换政府，换来做什么？换了很晕的，换政府更晕哦。只会讲不会解决，好像小孩子一样。是梁丹，你说的对，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给我们一次技术性的问题，你一定要讲到做到，就好像爸爸妈妈跟孩子讲 OK， 你考试考好我就给你第一，你 考好我就奖赏你，可是等到他考的时候你没有送他，你说啊，你现在是要考更好啊，你要考到前三名啊，可是他真的考到第三名的时候你还是没有给他，你就告诉他啊，考得很好哦，加油孩子，你下次肯第一名，爸爸再买东西给你。妈的，讲了三次你都没有买给我。我的意思说你讲了要有看到，像我们的政，你看到、啊、我们的每次那些部长政治人物就告诉我们啊，我们这个事业的整个啊国家的收入是好的不错的，大家不用担心啊，这个不错那个不错，这个不好那个好。但是到最后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马币一直跌，我们的东西一直在起价。哎，你好像在说骗话嘞，好像在忽悠我们嘞，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我知道整个世界都不好，但是你不要骗我们啊！你老老实实的去做 OK 的。你看我们啊，我们从疫情开始，疫情前开始，都已经我们的东西都已经在涨价了，涨到现在越涨越厉害，什么鬼都涨。我告诉你，我跟你讲啊，你上一次吃巴掌，前几天吃巴掌8.5块，然后那个人告诉我，你下一次5月1号再吃的时候，为什么呢？端午节要到了，他跟我讲5月1号要吃，5月1号我们的巴掌都在起5角了，所以变成9块钱一粒巴掌。不是什么豪华中啊，就是一粒巴掌不了啊。所以我跟你讲，你不要小看那些小贩，几毛几毛几毛一直起，到最后呢，我们是人民来买单，是我们痛苦啊。所以你不要看这个油一直起2角3角，我跟你讲，你用多你就中了啊。所以呢，我希望政府是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整天降降降降降，真的是想骂粗话了啊。第二，只会拿人民开刀哈、哦，他也不是拿你开刀，他是慢慢的打麻醉药给你再开刀，他不是一下子给你开刀，不是，他是慢慢打麻醉药给你麻醉麻醉，到最后他就开刀，哈、哦。啊，庄孝好，是的，政府其实哈、哦，我们也不要求政府要做到很好，不需要，他也不需要把我们的 ringgit 做到好像美金这样高，也不需要。我们知道将心比心不容易啊、哦，一个马来西亚一个国家都不容易啊、哦，但是你一定要让我们看到你至少一点点的诚意，好吗？一点点就够了。我们人民没有要求你要给我们大富大贵，你至少给我们的马币不要一直跌啊，至少止，然后止住，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东西不要一直涨，一直涨，有的涨没。现在我觉得啦，不懂是真的应该涨吗？还是没有应该涨？大家都在涨，小贩有些也是一样。当然，我们明白有一些东西是贵的，可是有一些小贩啦、啊，趁机会，我是讲有一些不是全部，有些小贩趁机会涨价涨价。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一定要精明，假如你觉得那个东西太贵了不值得吃，又态度不好不要吃，没有办法了，我们只能选择不说不啊！你不要傻傻，你要是傻傻的在那边一直在吃，他一直起你在吃，态度又不好，到最后受伤的就是你、哦、明白吗？是的 Jerry 用下午好，Anders, good evening, 是的 BC 老下午好，曹炳浩下午好，在家里做孙子兵法，他们不懂这么深孙子兵法哈。丹凤下午好，团结政府听到人民的心声吗？是的，马币贬值，通货紧缩，物价高涨，人民苦难啊，你说的都对。其实我们不要求什么，只要慢慢慢慢帮我们改善，我们就感恩了啦、哦、我们也不需要他让我们一下子一飞冲天，不需要、哦、Karen 下午好，燕燕谢谢你的 Love 米香下午好，
是的，喋喋不休，真的喋了不休，真的不是不休，是不休，没有羞耻的羞。把经济搞好，不是把人民搞穷，对。连胜丢啊，连丢，你说的很好哦。喵喵，谢谢你，哎，李建杰，下午好。武林记，换一美元指日可待啊，一指日可待，很快的就会了哈、哦。修金，傍晚好。修金哦，一边地产的户口是缴纳的10%，还是包括雇主的10%？就是一边的十，就是你从总数里面的10%，总数里面的10%，因为过后呢就是75/25/10，第一个户口75%，第二个户口是25%，第三个户口就是10%，很快的五月多应该会实行了哈。彼得下午好 ，Hello， 桂花你下午好。那人民开刀，问题没有解决，全部在睡觉。我告诉你。他们不是在睡觉，他们是叫不醒的，他们是装睡。因为呢，只有装睡的人你才叫不醒，真正睡觉的人他是会叫醒的哈。陪你当下午好，云和，你不要怎么很好听，你不要害我。我不是骂啦，我是提醒啦，我是提醒政府，我爱之深责之切，我不是骂政府，我是提醒政府。当然，我们也不是全部的。部长没有做工，有些部长还是有做工的。我们希望全部的部长动起来，哎，全部动起来，帮助我们，好吗？好、哦，我不是骂了，我不敢骂了，等下我被抓。搞到的好像大家都很辛苦，阿秋真的辛苦的。我告诉你，单身的都辛苦了，何况有些家里上面有老人，下面有小孩的，哎，真的很辛苦的。我跟你讲，你不要讲什么华人啦、啊，你去拜拜啊。新年的时候你有拜拜啊，或者是清明的时候你买那些拜拜的东西，一次比一次贵的，你就知道了啊，一次比一次贵，没有骗你的，一次比一次贵的，所以你就知道东西有没有涨价了哈、哦。咖啡粉每公斤涨20G，哇，我的妈呀，还好我没喝咖啡粉，不过有时候我也会喝的哈、哦，也是中招的啦哈、哦。关台丽下午好，伊林公下午好，音乐下午好，猫咪，哇，你的猫都哭了，好可怜哦。Man King， 我没有骂政府，我是提醒，我是爱他们的，爱之深，责之切。我发现政府只能骂最厉害。秀金红下午好 ，Sally， 哦，是的，刚才驾车不能写哦，没有关系，欢迎你。前几天你国经济。前几天我国经济下很多什么来着？是涨价是吗？Good evening， 阿王，啊，安伟哲坐巴士，我跟你讲，巴士费老实讲就起得不高，不过巴士费还是涨价了。可是现在有时候你要坐公不方便坐巴士哈、哦，上学还 OK， 以前现在都不会坐巴士，很少的哈、哦。小吴以前一天吃三餐，现在吃一餐，真的。以前真的，你讲的对，以前你吃三餐的钱，现在只可能吃一餐不了事的哦。经济米粉以前块半变成2块，啊，汪金秀，经济米粉以前块二也有，现在2块2了，小的啊，你的2块的我们槟城算小的，到2块2，大的要2块半到2块6，小的啊，而且大的起价了你也吃不饱啊。凤昭下午好，是的，等一下多媒体部长请我喝咖啡，阿姨，他请我喝咖啡的时候，我要告诉他，你知道吗？咖啡粉已经涨价了，每公斤2块钱，你还请我喝？你不用请我，我自己带水去，开玩笑啦哈、哦。是的，坐巴士上班快半，但是有些人不方便，哈、啊，真的是不方便，不是标坐哈、哦。番薯吃木薯，贪天哪、啊，木薯也不便宜啊，人哪、啊。哦，2块2哈、啊，万老才几个礼拜，2块2，我跟你讲是小包的哈、啊，小包的，甚至加的2块6，大包的都吃不饱 ，OK？ 不是睡不醒，是装睡，对 ，Anders， 装睡啊是叫不醒的啊，是叫不醒的，只有真正睡觉人才醒哈、哦。鬼也涨价还得了 ，Kim Lan， 我跟你讲，现在哈、哦、做丧事也涨价，之前呢、啊，去年我都讲了。棺材都涨价，什么都涨价，道士我看念经也涨价了，现在哈、哦。
只有 Grab 减价 ，Casey 真的吗 ？Grab 减价哦，这样我要去做 Grab 了喽哈，去支持一下。两磅有的人卖小的两块半，大的三块，哇是啊，我没有吃大的，我每次吃小的两块二，哦，不能了、啊、不能了、啊，三块也不是贵，因为我吃不饱，所以我吃爽而已。好，所以呢，好，我们看到了哈、哦，这些呢，汽油。当一泄潜汽油的时候就是涨价的开始了、哦、所以呢还是一句话，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有求政府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再来呢，人民自己呢，我们要做一个很有什么呢，很有清醒，然后很懂得精明的消费者，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能够省一点点，不然没有办法了、哦、好，我们看下一个新闻。大陆后两块半啊，有我没有吃过嘞。大陆后的炒米粉很好吃的，很好吃的大陆后东西我很喜欢的哦。ESC 谢谢你分享了，来进来的朋友帮我点赞，帮我分享一下。来，你看讲完汽油，我们又看到中药又涨价了，我的妈呀，这个生活怎么过？怎么过？真的了，刚刚讲完汽油，你看到中看到吗？真的。真的是啊，看到都不行，来轻松一下，来，对，都起价了哈、哦，来给我点赞一下，来大家拉一下，来轻松一下，不然不行了，这边涨价那边涨价，我要晕，来给我 love 来刷爱心给我，来涨价，不要再听涨价了，我们来听歌一下，来来刷爱心给我，给我 love 多一点，来快点，我自己也刷一刷爱心哈、哦，来快点。哇，真的是看到涨价啊，真的不行哦。来，日落冻的炒米粉大的两块半了、啊、是吗？我从来没有吃大的，我吃小的，因为我吃不饱。来来来，帮我点赞一下，来大家这一次这个直播间哦，给我 love 刷一排爱心这样哦。南风吻脸轻轻飘过来，花香浓。南风吻脸轻轻，心也已迷朦胧。我俩敬畏轻轻，说不完情意浓。我俩敬畏轻轻，几句话都有种。不管明天，到明天要相送。连着今宵，把今宵多珍重。我俩临别依依，愿太阳快升东。我俩临别依依，要梦见在梦中。今宵多珍重啊，东西这么贵了、啊、你还不珍重呢、哦、来跟我点赞帮我分享啊、哦，朝寒残红乱舞，一花带错刀锋。南干吹到雷涌，痴在星夜朦胧。愁水如何自控，悲哀都一样痛。情意如能互通，相分不必相送。放下愁绪，今宵请你多珍重。那日重见，只恐相见亦匆匆。抱入怀里，深深的默默匆匆。那日重见，只恐相见亦匆匆。南风吻脸轻轻，飘过来花香浓。南风吻脸轻轻，心月一夜朦胧。我俩敬畏轻轻，说不完情意浓。我俩敬畏轻轻，几句话都有种。不管明天，到明天要相送。连着今宵，把今宵多珍重。
我俩临别依依，愿太阳快升东。我俩临别依依，要再见在梦中。是的，要再见只能在梦中哦。我希望我们的马币哦赶快止跌，然后我们的经济赶快的复苏哦。所以呢，我们经销要多珍重哦。好的，谢谢大家的 love， 谢谢大家。是的，好多 love 哦，谢谢你们。是的，黄金也贵，那肯定啊，啊，翁金兄，什么都贵了，黄金还不贵咩？谢谢大家的 love 哦。天涯浪迹嘛，毕业了一小只有收藏黄金，黄金也不容易啊。修跟抓笑啊，哇，林笑啊，要吃草了，没办法，做个精明的消费者哈、哦。来，翁、哦、那么开还能唱歌，没事，没有办法咯，苦中作乐啊。好、啊、翁、哦，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真的是苦中作乐哈、哦。好，我们刚才讲到油马上要涨了哈、哦，现在我跟你讲。我们华人其实有时候现在也不是华人，连马来人也会去看中医的哦。中药现在啊，平均涨幅10%-30%，就是现在很多中药哈、哦，成药的话当然也涨，我们买遍的，但是你有去照有的就是有药的那种成分哈、哦，都涨10%-30%。这个中药涨了最。受影响的是我们华人，为什么呢？华人最重要的是中药，因为我们很多，当然我们现在是看西医吧，但是很多时候中药会调，中药会调我们的身体，所以呢，很多人我们看完西医之后呢，我们也治标治本，也用中医来调我们的身体，所以呢，现在中药材哦，平均都占10%-30%，是蛮多的哈、哦，因为中药你知道它是要吃长的、长远的。你不是吃一包两包的，所以呢，你想看一包，假如它多一个5块钱或者1毛钱，有些药吃下来7包，2个星期14包，1块加1块啊，你就要加多少钱了？你就要加大概14块钱了。所以你不要讲，而且最贵的当归哈、哦，当归占50%哈、哦。当然，你说当归很少人吃，是因为当归很滋补。而且当归也不会放多多的，当归呢，以前的人哦，以前的妈妈最喜欢，假如孩子要给他补的时候，每次下雨的时候，下雨过后，因为天气冷嘛，就赶快给他吃一点点的当归，给他补身。可是现在这个热鬼天气，怎么去吃当归？不过呢，当归的确是补身的啊。你当然你说吃5%-4%不用紧，我没有吃这么多，当然当归也不能吃多的。问题是。一样起一点点中药，你知道吗？中药啊是这样的，你有去，我不懂现在年轻人会不会像我们这些中年人肯定会，一贴药有几种，一贴药方有几种药，那每一种要是起一点点的话，有些药要10多种啊，要去熬煮的，10多种、7种、8种、9种的，一种起一点点，你想看你的中药要起多少钱？所以呢，中药起更凶，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本来一包药啊、你买的时候是7块钱的，现在你差不多一包药买到了要10块钱，为什么呢？里面还有各种的药，加到来都要钱啊、哦。所以呢，你看不只是油起价，连中药，你说我很少吃中药的啊，但是还是起啊、哦。所以呢，真的我们真的要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可是没有办法，有些东西你不能不吃，像吃饱的你一定要吃。要顾身体的、哦、照顾身体的，不管你是保健也好啊，补身体也好，你还是要吃的，所以呢这些钱你省不了，所以呢你不要讲没有关系啊，有时候也是有关系的、啊、多多少少、哦、所以呢你看什么都起，所以我们的政府要听到我们的声音啊，真的要听到我们的声音、哦、好，我们看最后一则新闻啊，妹妹下午好哦。是的，什么东西都涨，只有银行存款不会涨。你都不够钱吃了，怎么会银行存款会涨呢？哦，薪水都不涨了，是天涯浪迹，薪水不涨，你花的又多，你那里还有钱存银行？是吗？能够存银行是好事啊，钱多，钱都不多，怎么存吃都不够了哈、哦？啊，另中要涨你没有关系，
只怕什么苦茶脏，苦茶也脏了。我跟你讲，你不要天真哈、哦。你虽然没有吃中药，但是所有跟你讲，所有的不管你是喝什么都脏了，喝人可啊，或者是淡安楼啊，那些凉茶也是脏的。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天真哈、哦。当汽油涨价的话，豆腐茶也肯定涨啊，黄金兄肯定什么都涨的，跟你讲。下午好，孔冠军，哇，好好听的名字哦，孔冠军，这是真名吗？还是艺名？哦，好好听。Richard， 下午好，金强你好，是的哈、哦，什么都涨，我们没有办法了，我们只能做个精明的消费者。什么叫精明的消费者呢？就是应该买的你才买，不应该买的不要买。马上要用到的，明天要用到的你就买，下个月要用的，半年后要用的，三个月要用的，过后再买，不要拿买着放在家里，可能过后你就不用，好吗？做个精明的消费者，货比三家，当然还要节省啊，节省，应该要用的就买，不应该要用的就不买，记得记得，做个精明的消费者，能够帮你度过生活的难关哈。好，我们看这一则新闻的是什么呢？最后一则不是涨价，但是也是觉得哎呀，真是离靠不啊靠哈。这个啊，迪拜，我们知道中东的迪拜是最有钱的地方，一下雨啊，暴雨成灾啊，人家飞机场啊、汽车公路啊全部淹水。你看，全世界真的离靠不啊靠哈，加摩一推拆爆。你看啊，迪拜贵为中东最有钱的，甚至全世界最有钱的地方。一下大雨罢了，你看啊，我们这里要雨就没有雨，人家下到哦，飞机场、公路都淹水，哈、哦，你想看？所以这个世界真的变了啦，哈、哦，所有全世界不是变了，所有全世界都不懂，啊，变成什么样了都不懂哈、哦，所以呢，真的，大家要珍惜啊，活好今天啊，好好的活，好好的活。开心的活，快乐的活，不要去计较太多事情，也不要整天找人家吵架。开心的就多想一点，不开心的不要去想。老实讲，你要是想多了，我们这个社会怎么活下去？真的会忧郁症，会焦虑症哈、哦。所以呢，看开一点，看开一点哈、哦。阿林，至少空气是免费的，是。可是问题是空气不能饱，空气你吃不饱，也不能让你有病的时候好起来，不会啊，只是你珍惜就好了哈。啊，印尼也淹水是很多地方一雨成灾，可是马来西亚不需要这么多的雨了，只要下一点的雨就见不到哈。所以呢，人生真的有时候你要怎么讲，就是。比一比吧，哈、哦，比一比，人家很好的，我们也感恩，哎，希望我们也能够像他这么好。人家很坏的，我们也不要落井下石，也不要去笑人家。我们希望他，哎，也能够好起来。做人，我跟你讲，要刚上摸来塞，人只有活一辈子，没有得度生命，好好的活。生活真的是不容易的，我告诉你，你单身还好，没有什么。就说什么公民们哦，那你是要是家里要照顾你上有爸爸妈妈老人家要照顾下面有孩子的真的不容易的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开心，然后呢真的去认真的去面对问题啊，不然的话你真的活不了哦。每次下午好，我们要下播了哦，所以呢人生不怕你多厉害，只怕你不会去解决问题啊，所以呢大家都开心一点吧，虽然我们知道什么都涨价，生活不容易，但是人生还是要好好的活下去哈、哦。记得记得来帮我点赞，要下播了哈，点赞分享哈、哦。来来来，轻松一下，来来来。安娜，每次你都这样呼唤我，每次这样呼唤我。爱的季节我们相遇，我没有介绍自己，要你猜猜我的名字，你说这是一个难题。就从相见的那一天起，
这个爱的世界里又增加了一对情侣，我们已经变成知己。听过吗？这首歌听过这首歌的人肯定是30年前了、再也回到世界，我故意和你玩玩捉迷藏的游戏。听过吗？这首歌林淑荣的安娜、你东张西望叫着我，这是多么可爱的回忆。安娜，每次你都这样呼唤我，每次这样呼唤我。是的，人生总是要看得开放得下。梁丹你讲的对，但是其实很好，看得开放得下，可是做不容易的。尤其人生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问题，人情的、爱情的、友情的、亲情的一大堆问题，看得开放得下并不容易做，但是我们还是要做。 PG Lim 下午好，帮我分享哈。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欠别人也要欠自己，毕竟大家都在一个地球村里面哈，很多东西都不容易的哈，大家也不容易的，只有努力的活下去，还有咬紧牙关就过了。人生有办法，真的活着是很幸福的事情了哈。所以呢，不要做坏事，也不要有坏的念头，好好的就活这一生哈。就金丹，谢谢你哈。好的，所以呢，人生要好好的哈。是的，我们这个直播的时间也到了哈。四则新闻，最后一则新闻是告诉你，迪拜这么全世界一个这么大这么有钱的国家，也会因为下雨而暴雨成灾，马路啊机场都淹水哈。所以呢，你想看，你没有想到迪拜这么一个先进的国家，这么有钱的国家，下雨都会淹水了，更何况我们的人生呢，有起起伏伏哦。所以呢，我们只有从从容容的面对啊。不管你的人生一到，哇，好像过山车这样又上又下的，哇，惊险万分。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坚信一个信念，我们要有心存善念，我们不要做坏事，也不要害人，我们努力的工作，我们好好的做，我们挨过就没事了。所以人生就是这样，你一定要从从容容的面对，你才知道一切才是最真的哈。是的，谢谢大家，要下播了 ，Maggie C， 下午好 ，Jim Maggie 要下播了，可以看重播，帮我点赞，帮我分享哈。所以呢，其实我们感觉到人生是很苦的啦，但是也不要太害怕，它有美丽的一面。好，我们也是不要整天只是讲那些不好的灰的，其实东西是涨价了，但是它让我们更积极的去面对我们接下来要过的人生。哎，它也是给我们一种考验，没有办法哦。所以呢，有时候人生它也不全部都是坏的啦。好，虽然什么东西都涨价了，怎么活呢？但是我们是人，我们想出个方法来解决它。解决之后呢，哎，你就觉得哎，我又成功了哈。人生就是这样啦，柳暗花明又一村哈。是的，好了，真的要下播了哈。当然明天星期四也有开播的，记得哦，明天星期四也有开播的，你们要进来。今天的直播间好像很安静这样哦，大家都静静这样，没有看到大家说话哦，请帮我点赞，帮我分享。好的，那么同样的，在下播前呢，还是要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还有快乐。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下午5:30再见了，拜拜。